你就是那个超奥特曼吗？小怪兽，你这个口气也不小呢。我听我父亲说你特别厉害，所以我要挑战你。我看你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你！你居然敢骂我是牛犊，我饶不了你！哎，小怪兽，我看你还小，应该不懂事。你记住啊，以后你只要不欺负人类，我就放你走。你走吧。哼，少废话。你哎，让你走你不走，那我就送你回去转世吧。奥特曼，你这个卑鄙的家伙，居然敢欺负我小儿子！父亲，你终于来了。哼，好嘛，又来个大的。儿子，我怎么跟你说的？不要乱跑，不要找奥特曼，你怎么大也跑不呢？父亲，奥特曼也没什么了不起的。事已至此，我们也只能这样了。上！儿子，你怎么了？他疼啊！奥特曼娘，父亲！父亲，你先休息一下，我来。你要小心，独自两人。真的是丧命父子兵啊！